喂，怎么了？喂，怎么了？今天修理工能来吗？我都跟你说了嘛，我在工作呢，这几天特别忙啊，已经找人了，维修的还没过来。家里天花板漏水这么多天了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要找人来修，找人来修，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呢？你能不能别跟我扯这些？你完没完了？什么事都需要我说？我和你说，秋月，秋月。请进。顾先生，这边请。可以尝试一下这个，它会让你好受一些。你放心，它和你的妻子一模一样，你们跟之前生活的一样。他走了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消失。你别说，现在只是一个测试阶段，他的一举一动全部是由你的信息输入才定的。Hello， 鹏哥，只要你签署了这个激活协议，就可以启用你妻子生前所有的数据。通过 DNA 的复制技术，它拥有和金秋雨完全相同的基因。这就意味着他和金秋雨的外表没有任何的差别。他是在睡觉吧？还没有，至少在植入记忆之前他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人。你只要把记忆传输给他，你们就可以跟以前一样的生活。他走了，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他消失。
秋月，你怎么不吃？我不需要吃饭，但我可以模仿吃饭的动作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哎，没必要吧。我不需要吃饭，我感受不到味道。 老顾，老顾，哎，可算找着你了，那啥，这周末来我们家吃饭吧，那谁，老刘老万他们都在。下次。别呀，大家可想你了。你最近还好吧？哎，我早就通过服务器连通了你所有的电子设备。啊，你怎么联系到我的？这样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在一起了。我没听打电话呀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不是，你监控我。我只是很担心你。怎么了，长风？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 没有，我很正常。你听懂没有？真的吗？可是我很担心你。你一天在家闲的没事监控我是吧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很担心你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可我检测到你的心率不在正常水平。你有病是吧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 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好。你怎么不生气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生气？为什么不生气？啊！对不起，我应该生气吗？我只会根据我的记忆做出选择。但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展现出生气的情绪。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计划，我们可以当着你的面销毁他的肉体，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麻烦。 第一次遇见的地方。